说你是会长的儿子，看着我像傻瓜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不是你的谁，但你也不该这样吧。你知道妍秀姐交男朋友了吗？你还是死心吧，妍秀她也不想再把我们当家人了。你是在防备我吗？一组那边的成品怎么样？他们的氛围很好。我们要找一个一定能赢的办法。一组有哪些人？如果我们无法变强，就只能让对方变弱，不计任何手段。喂，老板，什么？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，相信爱情。